号称亚洲最大的大气球游行，17号下午再度登场。虽然天气有些阴凉，但还是吸引不少民众到访，还有人特意变装参加游行。现场有许多可爱造型的大气球在空中飘扬，大小朋友看了都超开心。而为了迎接兔年，大气球游行特别有兔大队一同采接，各式各样可爱的造型大气球都来游行，场面十分热闹。